2018年台湾灯会要伫嘉义馆内登场了。馆府举办科技嘉义灯会记者会，馆长张耀冠、副馆长吴发明，这位利用手机 App 来点灯，现场是嘉老人，非常的科技。谢谢大家。嘉义，我们这个是嘉义，对我们。我们在那，我们就是那个在会社对，我们有都是中高龄，豆腐乳，豆腐乳来点二姐的，二姐的，对对对，看起来很好吃，对，二姐她的手做的。我们有一个科技嘉义灯区哈，里面我们就是结合这个科技灯光影像跟我们所有行动支付的工具呢，让我们所有的游客来到嘉义这个灯那个灯区里面，你真的一机在手，悠游灯区哈，一机在手，悠游灯区，无诈现金，嘛无问题，你巴肚枵买物件，你只要带。手机哈、哦、来做行动支付呢，我们马上哈、哦、哎给你一个很好很漂亮的回答哈、哦。我们特别体贴的为这些年长的哈啊、或是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游客呢，你其实走不了那么远的时候，你只要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们透过VR 哈、哦，哎你就可以有一个720度的一个无人机，它照射全场，所以你没讲到遐哈，你得当看到遐个灯区有趣的部分哈，这个都是我们这一次科技嘉义灯区最具有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这个设计。一摆灯会邀请到真侪科技的厂商，单位进前嘛摆真侪高科技的产品，馆长嘛到单位进前秀喊 VR 无现金支付，一建构顶科技的应用。顶现出嘉义县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的城市。台阳新闻和佩仪采访报道。